實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歌聲，又粵曲啦，啊又小調啦，又男人唱好女人啦，又女人唱衰唔係唱好男人啦。咁咧，因為我又唔係小鳳姐啦，我又唔係張偉文啦，咁我就諗啦，係人都話我肥媽大聲，咁我都唔想噶，其實我有温柔嘅一面嘅，不過你哋冇乜俾機會我唱，你即係佢哋唱曬咧，明唔明白？咁我話抌啲殺出條血路啦，咁點咧？幾廿歲跳下都好嘅，我頭頭諗住跳一隻嘅啫，我唔知道而家唱乜歌都要跳嘅，好似做咗規矩咁啊！仲有咧，最近有個新名，我去到大陸唱歌噶啦。新一代嘅減肥天后，我話唔係啦嘛，減肥都有天后，唔係啦。你試下唔俾錢我睇，我減唔減啊嗱？好坦白噶，但係減咗真係事實上係健康咗。哎呀，多謝你，多謝，俾啲掌聲佢好嘛？多謝曬，多謝多謝。其實今日咧，聽見大力，今日見到咁多個善長人翁咧，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嘅，其實我哋日日都做善事嘅。真的，你看大大小小的籌款，大大小小的每一個禮拜，在每一個角落都籌緊款的。那當然了，很多人說香港現在的經濟怎樣都好，我們好過很多人的，日日都捐錢的，給點掌聲自己吧，是吧？施比受是更好受，我們當然好掂才能拿出來，真的不掂怎麼拿出來？但雖然是我們就是雖然有十元，我們自己吃五元都捐埋那五元出來，但是全世界我們破了很多紀錄的了，有什麼可能全世界人家南亞災民那裡，你說美國、加拿大是什麼大國家都好，我們香港人每人捐了百多元，是吧？有沒有份？有沒有份沒所謂啊，即我自己也有捐，但是你平均成七百萬人每人捐百多元，七億喎，真係你估打兩個私億啊！真係，係咪先？喂，真係好掂當㗎！我哋你唔使笑，我靚筋都要上嚟㗎。咁我哋地勢係好，即係好正㗎！我哋香港人就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可愛嘅地方，同埋唔好投訴啦！香港真係一個天堂嚟，你多啲出去浮啊，你就覺得香港除咗我哋嘅衣食住行係廿四小時可以之外，睇下大家自己嘅身邊。每一個都是靚人，因為每一個都有個靚的心。今天他們叫我唱一首叫《九月九的酒》，本身的歌是這樣的，又是九月九，中央也能聚首，死刑的人儿漂流在外头，又是九月九，走更走啊，情更有等等，给你掌声啊，红哥，麻烦我就為了呢，因為現在仔女就不是怎樣了，因為多孫啊，你明白嗎？我的仔女我以為公園他們讀大學，喂，不少錢的，加拿大、美國平均來說25到30萬一個，講緊學費，還要衣食住行的，我打算發達啦，公園他們回來還要媽媽你認識誰，找個事做來，找些事做一下，這樣孫我又猛地叫新抱，叫女生，七個孫，咁佢嗱，你叫生噶，咁你要幫手，哦，咁啊幫啦，唉，為咗佢揾啲錢俾啲孫玩下，冇辦法啦，都要扮下靚妹唱歌啦，咁我就咁嘅唱法咧，就登台多啲嘅，唱俾你睇下，《九月九的酒》，新嘅唱法，希望知啦。走走走
on the move. 月吃九月酒，头刚抽金刚肉，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嘿嘿，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大碗酒，迎亲的相走吹到家门口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酒，茶香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酒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九月酒。再陰公啊，五廿幾六廿歲叫我搞唔掉啦，仲係我哋幾隻嘢自己排出嚟嘅。佢日日都阿媽阿媽，今日就阿媽阿媽，呢就阿媽啲唔衰得噶嘛，翻嚟捉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你笑咩啊，紅哥？你好笑啊，紅哥？彈琴啊，唔該唔該。啊，你有 band 都唔話俾我聽啊，你真係。唱咩你都唔知道，我哋有咩好唱啫？咪作啦，是。冇預備嘅呢啲求其啦，係咪啊？但係我心底説話，其實如果聽過我唱歌嘅人咧，都會知道每一次我企喺台度咧，我一定會唱呢幾句我自己作嘅歌，係回報咗救咗我老五嘅一條命嘅所有嘅中國人。我也不想說為什麼，因為這些意外來的，我的老五的耳朵是機會聽不到的，但是因為有一群好好好好的中國人。有人問我我的家在何方，我說知道，我用澳门出世，我出生在澳门，我长大在香港，何时哪里哪里是我的家？从北京到香港，台湾澳门，请你们告诉我哪里是我的家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我的家，请你们告诉我哪里去找。现在我已找到一个我的家，也属于你们大家。太真心了，自由有中国人
是我的，也就是你们的家。我哋无分彼此，有中国人嘅地方就系我哋嘅家。多谢，系真的，真的。响1994年，当时我老五就19岁，而家30啦。佢就去英国，因为响加拿大读书，就帮个朋友去睇个家姐，俾个老公打，咁啊冇话俾我听，咁啊走咗去英国探人哋，探完人翻嚟嘅时候咧，就撞一车。就冇，因為記得叫啲細佬哥去讀書咧，搭車一定要帶安全帶。佢就喺後邊嘅座位瞓咗，冇帶安全帶。咁架車一反嘅時候咧，對面有車嚟，個揸車嗰個急啊，擰嘅時候咧，佢就成個人穿咗個玻璃，就瞓咗個 highway 度，個頭骨呢度裂咗，個塊淤血咧就成個手掌咁大。咁啊腳骨斷咗唔緊要，呢啲可以搏啦咁。四個專家響 list 就話冇啦，佢半身不遂，佢話起碼4-5年啦，或者喐得翻，淨係俾止痛藥佢食。咁呢啲 tissue 即係呢啲都會死啊，個耳仔或者聽唔到啊咁。我好矛啊，響到個病房嗰度咧，一個女人喺個街度真係傻咗咁行嚟行去。當時有好多中國人見到我咧，就話：肥媽你嚟拍戲啊？肥媽登台啊？邊度啊？我哋要捧場啦咁。咁我就捉住佢哋嘅手，真係做一個阿媽嗰個手嗰個力量，我係捉實人哋唔放啊！然後話俾佢聽，我仔撞咗車，我唔知點算，唔知點算，講你都唔信。喺屋企裏邊有嘅，有啲咧就去咗幾代嘅，佢當江瑤柱就當人心，即係佢江瑤柱佢知道中藥嚟噶啦，佢就拎曬嚟醫院。總之個醫院嘅地下咧，你諗都諗唔到嘅，浸咗嘅人心啦、甲拐酒啦、老鼠仔酒，即係總之佢屋企有啲咩中國嘅咧，佢就拎曬嚟。卒之就揾到一個中醫，3個禮拜零1日。我個仔喐得翻，真係呢、這個到今日為止，佢係代表香港隊去打曲棍球啊，去潛水啊，去成嘅。所以我真係好想大家俾啲掌聲呢一班中國人，真係好想，真係真係。有啲甚至乎個鋪頭咧閂門，即係佢哋晏晝有六場啊、成啊嗰啲咁，但係都會有啲人因為浮仔啊，會有啲人去飲茶啊、賭下錢啊、成啊抽下水啊，佢哋閂門唔做生意。就係俾我嚟煲粥仔啊，煲嘢啊，煲因為煲藥好臭啊，就響人哋個餐，你諗響人哋個餐廳度煲藥，人哋點做生意啫？佢話唔緊要，肥媽你煲啦，即係竟然係有一陣我唔識佢哋嘅噃，即係完全唔識，係未見過，完全唔識嘅，就為咗因為大家都係同聲同氣而去做到呢啲嘢，同樣嘅今日。大家都聽到嘢，所以先至嚟聽歌。但係我哋去幫咩咧？我哋去幫一啲聽唔到啊，耳仔有問題嘅人，我哋能夠幫到佢哋嘅。同埋今日見到咁嘅場面，我係或者我多嘢講咗啦，老人家。但係真係好多謝大家嘅善長人，好多謝，好多謝，真係唔知點解好 emotion 咁就係講咗呢樣嘢，咁冇提咗好多年㗎啦。好，再唱歌，咪再講落我喊㗎啦。眼前我今天應該好醒啊，應承咗我老公唔喊，佢先肯陪我嚟嘅。
死啦，錄低佢啦，唱唔翻噶啦，邊度記得自己講過乜啫？係嘛？呢啲兜得就兜，喂，幾時收錄？喂，停，再嚟個，再咁都得嘅。呢啲大陸嗰邊，但係你冇得撈噶啦，你咁樣香港，香港掹嘴嘅啫嘛。好耐冇得撈啦，已經。係啊，真係啊。等咗幾年啊，呢個。等幾年先有得撈啊！哇，真係慘啊，真係。而家香港啲咩社會咧？冇唱，冇得唱，唔識唱歌就唱片，識唱歌就叫好不叫座，你話死唔死啊？真係，我醒啊！我唔出唱片，我走去煮飯算啦，係嘛？你冇理由話俾我聽唔食飯啩，係咪先？好多人話肥媽你好唱得咁有鬼用咩？點解唔出唱片喎？你識唔識打關鬥啊？唱歌都唔使唱嘅，你打兩個關鬥咪出到唱片啊？係嘛？一係就游下水啊！啊！跳水啊，游水啊，做下國寶咁咪得咧，係嘛？邊度使唱歌噶？唱現場咪好似我同佢咁樣等幾年做下慈善先有得你唱啫。哎呀，唔做善善你啊想啦，俾你唱 live 你都真係啊！你啊，我以為我耐冇得咯，哇！佢仲耐過我原來。我醒啊！我而家跳啊，用 MMO 啊！啊！你 live band 啊，真係啊！我老公本來打鼓嘅，而家做工程師啦，做水算啦。我醒啊嘛，係嘛？食你冇理由唔食啦啩？哈！你去啊！真係我真係聽你就唔聽啫，食你唔食，我就煮飯就算啦，係咪先？有冇睇我煮飯嘅節目咧？哎呀，真係就想你講呢句啫嘛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而家煮飯都可以唱歌啊！再唱歌，其實我壓咗好多時間啊！問下主辦低幣係咪要 cut 翻只歌啊？使唔使啊？我咁樣問啊，梗係唔好啦！唔問就要 cut 噶啦，你明唔明白？揸住個麥話，大佬幾難得啊！落台你真係講嘢啊！你真係係嘛？啊！你理得個唱片賣唔賣啊？而家呢個時間就係我嘅咧，真係嗱，唱現場有呢樣好啊嘛！係咪？唔唱現場佢播帶你，你唔好咁講啊！而家播帶收四倍人工㗎，我問咗啦，幾多錢隻歌啊？我而家 book 緊一個，我有人答我問嘅，就去美國唱歌，佢唱三隻歌30萬，我以為咩台幣啊定日本紙啊？唔係，10萬一隻歌好平㗎啦，就拿兩張 business， 我嚇兩張 business， 佢同佢阿爸去啊，唔係佢同佢嘅經理人啦，就另外一個梳頭老婆，一個化妝，仲有一個跟班，嚇兩張 business， 一個梳頭，一個化妝，一個跟班，5張機票，唱幾隻歌，仲要係唔係現場啊？佢又咁喎，哇！真係發達啦，咪貴過 Michael Jackson。係嘛？係咪貴過 Michael Jackson 啊 ？Michael Jackson 你唔好理佢假，佢勾勾勾下大佬係嘛？佢都勾咁跳下大佬，呢班跳都唔跳就33隻歌真係。喂，快啲啦，叫啲仔喂去唱歌啊！你哋嗱呢一個咧就我契女，咁大家都見過㗎啦。佢而家就啱喺英國出唱片，我話香港唔啱你，你唱得啊都去英國去啦。佢啱啱翻嚟度假啫，咁佢5月份就會喺英國出，咁英國出啊，起碼都。英磅啊，大佬$1-18 啊嘛，係嘛，係嘛？雖然少啲人買都計到數啊嘛，你明唔明白？係嘛？咁啊，啱先翻嚟放假，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死啦！我一揸住個麥就唔放噶啦，快啲播音樂啦，咪第啲冇得唱啊！嚟啦，快啲啦，唱我下邊嗰個唔好嬲啊！邊個嚟㗎嗰個？
your body will do that conga. Don't have time, let's sing the song. Don't have time, let's sing the song. Let's give it to the water.还有一首收工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不好意思阻止，下一位谁都好，给点掌声好不好？很重要，你穿着旗袍都可以唱那麼多歌，而且還不用抹爛。我不穿的時候還有多東西唱，不過我繼續告訴你。好了，再一次給掌聲給肥媽。多謝多謝多謝，還有還有就是 Jimmy 和 Ginger， 更不少得的就是給一瓶水來先，紅哥很貴的，現在水省一點，幾十歲我還鼓勵給點掌聲。我們紅哥和他們的大樂隊還有我們的 Chorus 好不好？哇，真是厲害了。好了，有空給點東西他們撈吧，很慘的。咁啊，菜大把嘢撈我哋，因為我哋做一事事多咧，好事多為必有好報，唔使撲落樓梯慢慢食油雞得噶啦。撲落樓梯唔好慢慢食油雞冇所謂。唔會撲落樓梯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再俾掌聲啊，肥媽先啊！多謝。而家應該唔係叫肥媽，叫做燒傷媽啦。咁啊，好啦。